days. Welcome to 英文英文。大家好，我是蔡英文 ，Vegetable and English。今年可以说是我们台湾棒球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啊。我们在打完中华职棒冠军赛还有亚锦赛之后，紧接着就是世界十二强的棒球赛啊，这攸关我们能不能进入2020东京奥运的参赛权啊。台湾要走出国际，参加体育赛事，这个英文 very important 啊，好不好？我们就来看看大家的英文有没有准备好。Are you ready？ 我们现在就把画面交给我们的特派员，Susan。Yes, yes。We change to Susan. Hello， 大家好，我是英文英文的特派员 Selvi。今天带大家来到西门町，我们要来考考大家对于棒球的英文了解有多少呢 ？Let's go。请问你知道明年将要举办奥运吗？有，知道，知道，我知道。奥运在哪里办？东京。啊，对了。不是没看你东京，东京，好像东京啊。很帅。嗯，东京。我记得他们的吉祥物，然后那个新闻、啊。这题很简单，奥运的英文。对对，这个嘴型开头是对的。哦。你假装用外国人的口音念出奥林匹克就可以了。奥林匹克。想说那个名字的开头到底是？应该是 A 开头。A， 好，非常有创意。奥林匹克什么？Olympics 棒球的英文是 basketball。我才记得什么 ball 的 basketball。能不能救我一下 ？Nine nine 怎样？是念 nine next 吗 ？Butter nine home run 什么 home run 是吗 ？Goodbye home run。Walk off home run。Home run。哎，太大声了！双杀，这个应该很长。Double kill。Double out, double play, double kill, double key, double point. double play. 哎，答对了！有同学 ，support MVP 的英文是什么的缩写？我不知道。啊，糟糕，support 失败。那是什么什么 player？ 哎，对对对对 ，player 对了，最有价值球员。嗯。The most valuable player 吗？对， yeah. 没错。那你可以用英文帮他们加油吗 ？Fighting, just do it, just do it, do your best and honor Taiwan. Beautiful, fantastic, beautiful Taiwan. Peace, night market, charm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你觉得台湾怎么样 ？Yummy. Hi, how's your day? Welcome to 英文英文，我才是真正的蔡英文。刚刚有人提到亚洲棒球锦标赛，那我们很杰出的棒球选手，在前几天得到了我们亚锦赛的冠军，那已经取得了我们东京奥运六强一的这个资格。这个亚洲棒球锦标赛英文怎么讲呢？它的英文叫做 Asian Baseball Championship， 那冠军就叫 champion， 棒球就叫 baseball。相信那个晚上很多的球迷都忘不了一幕又一幕的精彩的表现，尤其是投出火球的刘志荣也被获选为这一次的 MVP。 那 MVP 是什么呢？ MVP 就是 Most Valuable Player， 也就是最有价值的球员。哎，拍谁好，我觉得这个 MVP 啊应该是 Metropolitan Video President 的意思啊，就是大都会影片有总统的意思啊。如果观众朋友还没有看这个纽约大都会对台湾日影片的朋友，赶快去看，赶快去搜寻啊，里面有蔡英文总统啊，就是我本人，还有那个帅气的蔡阿嘎开球啊，赶快去看。还有几分姿色哦。在亚锦赛之后，紧接着要登场的就是世界十二强的棒球赛。这攸关的是我们能不能进军明年在东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它的英文就叫 Olympic Games。刚才在接访的时候有问到有一些关于棒球的英文字，我相信熟悉棒球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比如说投手就叫做 pitcher， 捕手叫 catcher， 打击手叫 batter。再来我们谈一下比较进阶的版的英文，九局下半我们应该怎么说呢？九局下半叫做 bottom of the ninth
inning， 那 inning 这个字就是一局的局，有时候九局下半我们简单的讲叫做 bottom of the ninth。 那么再见全垒打怎么说呢？再见全垒打叫做 walk off home run。 那我们常常听到的 home run 就是什么？就是 home run。 双杀的英文怎么说呢？叫做 double play。 double 就是两倍， triple 就是三倍，那三杀就是 triple play。 每当有棒球赛，都是我们台湾人最团结最骄傲的时候，所以我要教一句英文，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替我们的台湾队加油。 Let's go Taiwan, it's our time to shine. Thanks for watching, wish you all well and see you next time. 先生先生，不好意思，方便请教你几个问题吗？すみません，我不是台湾人。奥运的英文なんだっけ？ Olympic。棒球的话，棒球在我们日本很有名。Baseball 应该是優しい，因为脸都很亲切。優しい就是亲切的意思。Beautiful。我来台湾从这个2013年到现在，到差不多六年吧，六年。哦，这是日本的手势吗？六年哦。因为台湾好吃的东西太多了，但完全都数不清吧。像那个卤肉饭。天使奶茶小笼包，还有那个我不敢吃的臭豆子。臭豆腐，臭豆腐真的很臭哎，非常的臭。小姐，小姐，不好意思，方便请教你几个问题吗？明年的奥运在哪里举行吗？东京吗 ？Olympic 怎么说吗？Baseball。请问你平常有在做什么运动吗？运动，我想一下哦，之前在做社会运动，现在在做政治运动，例如早上站路口，然后站完路口就去扫街，这些核心运动。分享一下我最近在做什么好了。目前正在待业中，那正在寻求一份服务大家跟传播爱的工作。Lovely， 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啊，同志大游行。